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光的舒压手系列，我们回来啦。今天呢，小光要玩一款扒手模拟器哦。这个游戏呢，我们要扮演一个坏人哦，要来偷东西啊。哎，各位，大家千万不要偷东西好吗？我们这个游戏归游戏啊，真实生活中呢，千万不能这么做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来娱乐一下吧。我们看看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啊？它好像全部都是英文。OK，Open。好。现在我们要扮演的就是这个像咸蛋超人接光头的这个扒手，然后他说叫我要这个手呢是要去摸那个这个公司包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摸他会怎样？摸鸡鸡哦，他拿手机丢我，不是更好吗？这样不好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第一关就直直拿就好了，好像蛮简单的，可以。发现不见了。哇，这个人也太迷糊了吧 ！Let's go， 第二关，哇，这个我不能从这里摸啊！哇，直接被阿嬷打爆，有没有？怎么可以偷阿嬷的东西呢？真是很坏哦！哇，你的手也是很鲁夫哎！哈，阿嬷原来戴假发吗？我惊讶的点竟然在那里。OK， 下一关，他眼睛怎么了？为什么眼皮有点撇呢？OK， 他现在是要去拿这个蔬菜啊，这还蛮简单的嘛。好、哦，是不是你拿的？两个人就这样吵架了，这女生感情应该没有很好。OK， 来到第四关了、啊，这个机关头不就是刚刚我偷东西的那个坏人吗？现在偷东西的人反被偷东西似的。哦哟，哇，还可以绕过铁塔，太扯了。怎么不行不限了啊？什么偷来的东西就只有衣服吗？哎呦，接下来要偷什么？偷钱财 是这个小偷偷的东西，然后这另外一个扒手要偷他偷的东西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样也行啊？这是鲁夫模拟器吧？哎呀，他被抓了，可是钱根本没有被发现。OK， 下一关。哎呦，这边有个漂亮的妹子正在玩她的沙滩，然后这边有只螃蟹，肯定手过去会被剪掉吧？我们来试试看。啊，好痛！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手被剪到，为什么你要生气啊？对不对？手都没摸过去你那里了，这还蛮简单的吧？哎，嘿，我的珍珠怎么不见了？是怎样？我的钥匙，我门被关起来了，直接啊？为什么？哦。我懂了啦，我是一个要闯空门的坏人，然后这个人在里面聊天的嘛，我们要想办法从他这边拿到，哎、欸，先开门的先赢就对了，这是一个有趣的哦，哇哦，我又拿戒指，他们两个在亲吻，戒指放在那边也太不小心了吧，来，哎、欸，拿走。好坏哦，还流口水，这表情真讨人厌哎！哎，我的戒指呢？啊，明明是男生要给女生，什么戒指不见了还凶女生，哎，还是分手吧。哦 ，TNT 炸弹，我们要拿到财宝，我们来试看，如果碰到 TNT 会怎样？会爆炸啊！我是里面的船员啦，然后这是我们的船长 ，OK。这还挺简单的嘛 ，OK， 拿走，哎，我的钱不见了，还蛮好笑的。我们要吃东西是不是？哦，我的手好痛，还被笑了。哎，为什么会出广告呢 ？OK， 不用，我们直接手拿手拿也不行。那我想想看，这边有个球，喂、他这样直接在他面前拿走都不会被，他怎么开心啊？啊，因为很烫是不是？他早就知道我们要来偷拿他的食物了，过了哦，哇哦，直接拿就好了，直接拿就好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直接快速有没有通过了这一关？哇，高压电怎么会在一个有高压电的地方钓鱼呢？对不对？哎 ，OK， 绕过来，哎。吃鱼咯，我的鱼呢？哇，他还有自己在烤鱼的画面啊，太可爱了吧！
是钻石。这样不就好了？哈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这关太简单。我好想吃蛋糕啊！我蛋糕，太简单了吧？哇，我蛋糕！嘿，快速，好不好？这到底也不需要人家教吧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游戏的难度还是蛮简单的。哇，怎么会有球射过来啊？等一下，手好笑。那我有车啊，我的车，车在我这。我好冷哦，啊，整个结冰了。他这表情好讨厌哦。我好冷哦，嘿，直接穿走。我冷了，他直接结冰哎，还把他拍照起来，真的是很坏。哦，我想要拿哦，这样子直接拿会怎样吗？好像就直接拿而已。那烟雾反而是帮我哦，有僵尸。我们要赶快开那个门。哎呦！啊！我被僵尸咬啦！我们看看，这样开不就好了吗？哇塞！好了哦，他放僵尸进去啦！我以为是人要进去，我想说，我还在想人要怎么进去啊？哦，哇！这个手应该，没事，角度问题。拜拜！哇，还是被追了，追到头发都不见了。哇哦！这个蛋糕看起来就不好拿哦。哎呦！哦不！哎呦！啊？好像没有很难拿哎。好吃。蛋糕呢？哇塞！他躲在屋顶上就为了拿蛋糕吗？哇，有鱼，食人鱼。OK 啊，没了，就这样。我的钱呢、啊？我拿到钱了、啊！哎呦，凶狗，还有人在玩手机，在滑美女，是不是？这狗一定很可怕。我们发现啦！哇，狗直接冲进去啊！我的天，这狗还会直接冲进去的、啊。OK。哦，这边有一个，你看那个螺丝是可以绕的。直接逃走，奇怪了，我要滑美女。狗发现竟然没有追，太扯了吧！哇，有车子，我们要偷手机是吧？哎呦，绕一圈，我的手机呢？哇，高压电，哇，美女，美女要偷的竟然是手机吗？啊，是公事包啊！好坏啊，怎么可以就这样拿着？还我！哇塞，直接拿棍子来锤爆你啊！我要拿钱财，这个钱财要怎么拿呢？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要像舔狗一样，拿到钱用舔的？是狗狗好可怜哦，我们要想办法救狗狗哦。这个球，等等，这怎么救？哦，不需要钥匙啊，狗狗跑回来了。我的狗狗呢？一起去追那个要抓人的坏人哦。不是坏人吧？这个女生是我的爱，竟然被求婚了，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给我，哈哈，这样子就被打，这女生也太那个了吧？我的花不是花，话说现在送女生花还会有用吗？禁止玩手机，你好吵啊！图书馆禁止玩手机，给我拿过来。为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我的手机呢？最好是这么厉害，手这样伸过去，瞬间他都不会发现。哦，这个香水，哇，还有一只狗狗保护着。从这边绕过来。被狗咬啊！不能这样拿是吧？被狗咬啊！我知道了，他要趁烟雾的时候。不。我好像抓到胸部了，抓错地方了。狗狗竟然没有发现啊，还是被发现了。
哎呦，我好饿啊！我已经在船上50天，我还没配完就被冰了。我好饿啊！我已经在船上50天没吃饭了。天哪，那个人他上上的食物看起来好香啊！给我，哇，好吃哦！我的食物呢？真的有趣哦！是月前龙马吗？打我啊，笨蛋！可恶，我要是有网球拍的话，我也能赢你。哈，拿一根过来。哇，你看，靠我的实力还是打得赢他的。哇，我要被抓走啦！怎么办？我要救我的这个美女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会被电到。不行，我不能从草丛救他。我从这里救你。美女没有被抓走，哇，还抱得美人归耶，太爽了吧！有狗狗，我想要拿走那个礼物，圣诞礼物是吧？嘿，哎呦，哦，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，拿过来了。咦，我们的礼物呢？耶，拿走礼物啦！哇塞，这个会不会太凶狠了？哦，可以绕过啊，好烫啊！这肯定不能手伸过去，它一定会夹起来。来，我们嘿啊，好笑啊，这游戏。OK， 我们从这边按下，这样我们车就可以安全的度过了。话说这是什么奇怪的器材？为什么车子会遇到这种东西啊？我开车开到现在还没遇过这种事情。啊！救命啊！啊，是僵尸，我想办法救你。啊，这也太好救了吧！等一下。这也太好救了吧！哦，这是一个名画，它可以卖5000万美金。我想办法通过这里。这防备太烂了吧！手这样伸过去就直接哦，他要抓我，我要去抓这个小偷。嚯！哎，抓过来，直接被打爆。小偷还敢呛警察 啊！救命啊！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敢啦、啊！哇，可恶的恶霸啊！我的手还想过来啊！可恶可恶！小心，我们要小心这些食人鱼。好、啊，就这样，直接拿过来就好了。嗯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绕东绕西，反正就是一个直线而已。啊！吸血鬼要咬我，我要变吸血鬼了吗？我记得我的这个墙上的柜子里面有大蒜哦，给你吃大蒜了。吸血鬼怕大蒜，哇塞，这是什么学校啊？他想要偷看考试卷，可是这学校的风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这学校真是有点危险啊！哎，我的考卷呢？超坏！哇，这台跑车看起来好厉害啊！我好想要开啊 ！OK， 我们现在手要伸过去偷这台。Oh no! Oh no! 这会碰到，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哎西，哇、哦，哎，这关有点小难哦，偷到要死了！哎，我的车呢？开走，开走哦！下一关，下一关。哎，不是哎，我们玩一下，马上就是43关哎。这个宝箱我要，小心 TNT 啊！哎，这边没有人防守，这次一定可以成功。哎咻 ，OK， 哎咻，啊，直接拿到，耶！哇，这船长也太坏了吧，到处都放 TNT。哦，这个是，哦，这是美女看到他。这是我为你点的红酒，可恶的家伙，竟然要抢走我的美女！这是我先来搭讪的，我发现他的头发是假的，好、啊，你是秃头啊！天哪，秃头不好吗？哦，这是衣服是不是？好、啊，我要来偷衣服了，让他被逮个正着，还敢在这边泡这个？哦。哇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从这边绕过去好了。哦，
他是不是小偷，然后另外一个小偷发现他偷东西没有被发现，有没有就泡在这个温泉，这算温泉吗？看起来像是在一个冰凿挖开的一个小洞里面。 OK， 来拿走。我的衣服呢？他等一下要被抓了。哇，这个戒备很森严。我绕出去，这个手不会被遮到吧？不会。嘿，拿到了，直接开起来。好、哦，这样也能被偷走？太扯了吧！哇、哦，通缉犯怎么办？那些不是通缉我的单子吗？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单子拿走。哎，哦，一次拿全部。嗯，奇怪，通缉的单子怎么不见了？我这边有衣服，快冷死了。这个碰到是不是会出事？哎，不会。哦，啦啦啦 ，OK， 我懂了。这样子，从这边绕过来。哎，不行啊！哎，这关，你看，如果直接从这边的话，这边会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……哇哦哇哦哇哦！偷走！哎，不能直接偷走，为什么？好像出哇！哎呦，第48关竟然这样阻止我，怎么可以？哎，小小的小小力就好，不要太大力。OK， 啊，这关很吃我的这个滑鼠掌控力啊。OK， 哦，这样子偷，为什么？都是的，为什么拿不到？这衣服有这么难拿吗？哦，直接钻过来，这样子，哎，哦，这是 bug 啊，这一定有 bug， 冷到为什么要遮那个地方啊？OK， 啦啦啦啦啦，吵死了，怎么可以在大半夜还在唱歌呢？哦，老明啊，我们从楼上的人呢，要想办法把他的麦克风给拿走。哦，这碰到啊，被发现了！天哪，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叫警察、啊。可恶，我要偷到他的这个，从这里吧。哎呦，哦，这关，哇，这关需要绕过三个点。咦，我的麦克风呢？哦耶！哇，第50关哎，这个游戏玩好快啊！我好热啊，他竟然有阳伞。我的厉害，我还有排球，耶、yeah, ！换我有凉伞了，奇怪，我的凉伞怎么不见了呢？哎，一下子就玩了50关啊，真是精神时光屋啊！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扒手模拟器，还是要呼吁大家啊，这个游戏玩娱乐就好，不要真的去偷东西啊，这个是不好的行为啊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点赞，还想看到小光继续玩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看能不能突破1200个赞，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玩下一集啊！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